来，第二个问题。我不希望旅行的时候我只是你的工具人，因为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，我们去云南旅行的时候，全程帮她拎包啊、拿水啊、干嘛的，帮她拍照。结果回来之后，她发朋友圈，我朋友问：“哎，你女朋友跟谁去旅游了？”我才后知后觉，仿佛这场旅行只有她自己一样。我觉得特别的没有那种存在感一样。21号，嗨，男嘉宾，你长得特别帅，如果说跟你一起出去旅行的话，我会帮你拍照，我拍照技术特别好。谢谢谢谢。你拎包帮他拍照好不好？可以可以，我拎包也没问题的。你看看人跟人不一样吧，这卑微小铁。对，哈喽，可以叫我老铁。